女嘉宾，你还有一次机会选择一位男嘉宾，你会选择几号？三号呗，对，三号男嘉宾。接下来咱看看三号男嘉宾的照片。哇，这眉毛真是太黑了，给我感觉浓眉大眼儿。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头发又茂密又黑。掌声有请三号男嘉宾。有种炊烟升起，暮色罩大地，但问真谁呀？咱这停。你要到哪里？到这里就可以呀、哎，有点意思。我来沈阳的马国昌。好，欢迎您，您好。哎，您好，来，你嘉宾认识一下。来，下一位来到我身边，来，有请男嘉宾。好，挺好，一个人好。啊、哦，你瞅人这身装扮，我叔。你们知不知道大冬天的寒冬腊月的没事啊，我叔今天就穿这一身来录节目， 没有外套啊，没有啊，我这点儿来，你展示一下里边是背心吗？还是 T 恤啊？一件 T 恤，我里边也不穿的呀，连裤也没穿呢，就里头就也是红的。哎呦我的妈，袜子也是红的，袜子红的，俩都红的，你就差双红鞋了，你就通红的来，彻底红了就完事儿了。穿红袜这一日啊，都是来穿红袜的好喜庆。六十六，也还行，大约反手呢，也穿红袜了。我想问一下男嘉宾，您为啥就穿这么点就敢出来？不冷吗？没事，我天天走啊，就天天走锻炼呢，不冷，不冷，天天走也不冷啊，就是身体状况非常非常好。六点走到七，到我六点七点，不到八点我走回家，走一个半点儿。都喜欢运动，要不喜欢运动，哪有这么好体格？好的，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男嘉宾的生活短片。2014号男嘉宾马国昌，72岁，沈阳人，丧偶，身高1米58，梁阔退休，有住房，女儿已独立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国昌，人称老顽童。里头穿毛衣了吗？没有没有，这是单的。单的，里头是单的。天天就这么走、啊？这走。不冷吗？不冷，没冷。哎呦我的天哪！那你天天走多长时间呢？走。顶少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，走到北路走回来。冬练39，夏练30，常年坚持锻炼，叫我有个好身体。山茶花，你说他的家开满山茶花，每当那春天三月，想借路途花。我热爱生活，身体健康，天性乐观，别看我一个人，家务活样样精通。如果你喜欢我，就来爱的选择找我。您现在都是自己走是吧？就自己走啊。如果你找另一半的话，需要他早上必须陪你晨练吗？陪也可以，不陪也可以呀、啊。嗯，就是你早上走不会硬拽着，起来起来赶紧的。不会，那不会。对，都是自由吗？啊，都是自由啊。好，这你看人家这瞅着多干多顺眼的呢，唱的很好。那你会跟他一块儿去吗？就是如果真两个人牵手的话，会你也希望有这样一种锻炼。我也愿意走啊，也愿意走。刚才男嘉宾那几步走得挺快呀，自己差点就在台上这点地方差点给自个儿走丢了。就是那个步伐能跟上吗？您能，这年轻啊，四方大脸，双眼皮儿。男嘉宾，你就按你平时走路那速度，你不用顾及任何人，我就看看女嘉宾能跟上你，行不行？预备，开始。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罩大地。好，向后转。要问真真炊烟，你要去哪里？向后转。有诗情，黄昏有花衣。向后转。诗情画意。
男嘉宾挺有意思的，体格真好，一般是刹不住车呀。女嘉宾，我问一下，走得快不？有点走的还行，还行。你就没好意思撵？体格挺好。你是没好意思撵过他吗？对。啊，给你留点面子，其实能跟上你啊。那体格不好，就把不爱运动的。